据香港明报消息，早前有成周润发意外死后裸捐 99% 身家回馈社会。日前刘嘉玲出席活动坦言，现在开始考虑，我不介意捐全部身家，因为死后带不走，安排好照顾家人后我可以捐出身家，毕竟我得到的都是来自于社会。我未想到咁远，但我都要想下噶啦。咁我有家人啦，咁如果是真係嗰一日到，我諗我都可以做呢樣嘢嘅，即係為社會上面貢獻一啲嘢。因為我所有嚟得到嘅嘢都係取諸於社會嘅，所以我覺得我應該係俾翻呢個社會。媒體追問他是要捐8亿還是10亿，他回應稱可以㗎，我帶嚟，我帶走，帶唔走㗎嘛。我處理曬我啲屋企人，我就可以全部捐出去㗎啦。我哋啲10亿8亿嘅喎，冇啦，我都话我自己系无价嘅，OK， 超过晒10亿8亿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